宝范哥，你平常每一季你都嫌你的词多，然后每一现在这一季你没事就要翘课，你看我还来带你的班，记得片酬分我一点哦。其实我觉得蓝思春一直有练胸情节，而且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，记住不是戏，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都有哦。爆个小五的料吧，就是非常爱比较。怎么比较呢？他很爱说我跟Evan 你挑谁之类的，这样你跟 Evan 就他跟 Evan 就之类的一些很无聊，大家都不会选他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他就硬往别人身上加好多坏处。为什么不会选他？为什么不会选他？没有，他就讨人厌。你那个好人卡都不给，你是恶魔。这个女演员中你最喜欢谁？除了我之外，你挑一个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就是 OK， 你挑一个啊，认真哦。预备啊！真的，很真心的答案呢。真的是预备。我对那种瘦瘦长长的女生真的没有抵抗，所以我觉得预备真的太漂亮。所以你觉得太阳是瘦瘦短短还是 ？Oh no！ 看到眼神。这么多男演员中，我会问你对谁最有好感？肯定不会是你。OK， 我知道不会是我。好，我知道。是金钟，这个答案我接受。现在是金钟熙打成大会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谁，我不需要知道你是我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你说你的答案是谁？那就选我表哥。你表哥 Evan 对不对？对对，做好朋友那种。要做朋友的那种男生，你会选谁？要做好朋友的那种男生啊，会选谁？我会挑。对，包括我在内也可以选。我不会选。好 ，OK， 你不会选。好了，如果是挑好朋友的话，我真的会选金钟熙。说实话，他本人私下真的很好，我这个是讲真心话。他会请我吃饭，然后硬要邀我看电影，大家一起看的那一种。大家一起看，真的是大家一起看。一起看因为我都不爱看鬼片，但他都说不恐怖。真的是一起看。不恐怖，真的蛮恐怖。知道知道，真的蛮恐怖的。对，其实他人真的很幽默啊，确实，就是然后很爱推荐一些我觉得不好听的歌，然后硬问我屌不屌。很无奈，其实很有趣的，有这样的好朋友，我觉得。这是在夸我。满意吗？我非常满意了，够了。这世界很酷。